分享一个拉链口袋做法。我们先把拉链两头的位置先固定一下，打个回针把它固定好，然后再反面打剪口。如果你是服装新手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，希望能帮到你。打好这个剪口之后，我们再翻到正面来，把这片折过来，然后拉链正面朝上，我们再压线。记住压这个线的时候一定要拉链正面朝上，我们更能掌握拉链直口的大小。然后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方法，拉链正面朝上，我们更好掌握拉链两边直口的大小。我们直接这样车到线，这样车上来，这样车上来之后就完成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，成品效果，看一下怎么样。